咪去 Wings Cafe 做嘅？嗰阵时我学冲咖啡唔系好耐，但系你嘅鼓励令我对自己更加有信心。我谂系时候要专注口味啦。Thank you。我真系好想试下真真正正去爱一个人，由暗恋去表白、拍拖、结婚、生 B B。每一个阶段，我真的很想经历一下。咁新嘅演员梗系有新嘅故仔啦。嗱，大家今日嘅工作安排咧，已经喺晒 task 卡度噶啦。拍广告？嗯。胡批，你一开始就唔系为咗拍广告，你系为 Mr. King。Mr. King 佢就比较出位嘅一个角色，就系比较搞笑。你仲唔嗌翻佢上嚟 ？Mr. King， 冰冰冇事啊！佢个反应咧就会即系比较得意啲咯。我落水冇关系啊，起码我救你只鞋翻嚟啊嘛。咁感情咧就有同一个机师啦，咁佢就比较老实啲嘅。啊，原来系飞机佬。你讲咩啊？揸巴士咪巴士佬，揸的士咪的士佬，咁揸飞机咪系飞机师。但系呢个男仔出现之后咧，譬如话我唔啱嘅，佢就会话翻俾我听，我唔应该咁样做啦。我想多谢你三晚闹醒我啊，从来冇人咁大声同我讲嘢噶。亦都因为你，我先有勇气面对所有嘅困难。King啊，你突然间同我讲呢啲咁嘅嘢，我唔知俾咩反应你噶。总之系呢一刻，你乜都唔好谂，好好休息，之后嘅嘢。之后再算。喂，死啦！今日会唔会剩翻人噶？冇死，冇死。摆定咗都好啦，都系三千几一次。我都好考神啊，考神啊！放心，我会珍惜你同埋个 B B。梗系啦 ，B B 啊 ，B B， 你真系一个天使。Chilam 其实之前都识佢嘅，咁佢系一个好随和嘅对手，同埋佢都好有经验啊。跟住同佢一齐嘅时候，都系同佢好顺理成章、好自然咁就可以演到场戏，咁所以都好荣幸可以同佢合作。少少少少呢边 ，Action！ 啲浪漫嘅地方一定系要有一啲浪漫嘅传说。啲情侶諗住可以用把鎖就鎖住對方嘅心，鎖住一段始至不渝嘅愛情。So stupid！ 我真係以為你係我命中注定嗰個人。打開咗。有時啲嘢唔使諗到咁複雜。我覺得男人大丈夫就應該係夠膽作出承諾，如果唔夠膽嘅話，即係逃避責任。錯，我唔係逃避責任，我係責任感太重。能够在期限里面大家和平分手，留一个美好的回忆，好离好去，你说几咁好啊？他们都给了很多鼓励和帮助我，特别是 Sam 哥啦，振宇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手，所以很多场戏都是靠他去帮我去调教那个节奏和个演绎的方法。民航机师不可以带着其他情绪上机的，他只可以有一个情绪，就是乘客的安全。两段很不同的感情来的，甚至乎可以讲是两段完全相反的相处方式。因为同 Chilam 就是无拘无束的，同佢一起是好开心做返 holiday 自己，同埋好享受两个人在一起嗰种自由嘅。但是同 Sam Chong 一起的时候就会，佢是一个好正经的人嚟嘅，加上是我飞机师，做飞机师开始一路都是我的导师嚟嘅，咁所以于工作同埋感情上面都会比较大压力嘅。呢只蛋糕我净系蒸俾你食，唔俾其他人雪糕。问题将注意力集中晒喺一个人身上都唔系一件好事啊！我系咪做错啲乜嘢激嬲咗你啊？唔系啊，你会唔会谂多咗啊？我份人不嬲都系咁样，又死板又硬骨，唔系个个顶得顺噶。等我啊！梗系等你啦，唔通等 Captain Tong 咩？去边啊？你话去边就去边噶啦，我实陪你去噶。咁同我离开香港。咁上次意大利，呢次法国、英国咁样咯，咁有一啲新嘅背景，有啲新嘅事、新嘅人物啦。又有去英国啦，又会去台湾啦，又去咗三亚啦，咁有好多好多靓景，又有好好精彩嘅故事。
就喺英國嘅 Bristol 坐咗三個鐘車。嚟到邊度咧？嚟到呢個 Brooklyn's Museum， 有咩咁犀利咧？大家睇下嗰邊。系，我哋跟，我哋跟。飛機啊！系啊，咁啊，除咗飛機之外，有啲引擎啊，或者啲老爺車啊。我哋而家參觀緊呢個係英國設計嘅第一架飛機，咁呢架飛機咧就全木結構嘅。咁英國嘅第一位女飛機師咧就叫做 Hilda Hewlett， 咁咧佢就係47歲嘅時候成為英國第一位女飛機師，仲開埋飛機學校啦，同埋成為一個飛機製造商。所以關於佢嘅資料咧，都可以啟發到何連希 Holiday 咧去做一個立志成為一個女飛機師。我哋本来呢场戏呢就会喺呢个市政大楼嗰个广场嚟拍嘅，不过你见到后面咁多人呢，你请嚟㗎林子瑜，我哋请嚟㗎林子瑜，我呢就有成个我谂几百人一千人啦。得㗎啦 ,Jason 等我嚟啦，麻烦晒你。唔麻烦啦，你搞佢唔掂我 OK 喎。得㗎啦，我搞得掂，唔该。飲曬一個飲得啦，即係買曬一個玩嘅。我哋甚至喺呢個地方咧，就係莎士比亞嘅一個書店嚟嘅，好鬼糟噶。哇！呢度除咗書，就只有書，睇到人好眼瞓。啊，係啊！一講起眼瞓咧，我聽啲朋友講話呢度成日請義工。个酬劳咧就系任睇书同埋可以喺度留宿。Isaac， 等我翻嚟啊！咁好似我而家身处喺呢个。巴黎的聖心教堂那裡是很漂亮的一些景色。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靓的地方来的，我们在 Paris 的白教堂。为什么要这么早来买朱古力呢？就是在英国同一间买给苏怡，你不会闷人家嫌闷啊。啊，即是开始嫌我闷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好靓啊。拍戏那個團隊精神更加重要，同埋好享受呢種大家一起去集體生活的感覺。我你對唔住千萬球迷，你忍啊你，得你啦，同媽咪，同媽咪，跟住又可以同佢哋。你前途好過你阿哥，阿哥快啲喎。O K， 讀書讀到三粒星啊！你今日就係拍呢啲啊？你去開始領走，你去開始領走。好，咁我哋走間啦。咦，咁我哋一齊行啊？唔係，你去嗰邊。一嚟走。唔係，我覺得玩咗開心係可以嘅。希望下次都再有機會可以同大家一齊出埠啦！咁我覺得對於戲內嘅角色同埋戲外嘅演員，我哋嚟講都係有十年嘅成長咯。咁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。希望大家都會即係繼續留意我哋《衝上雲霄二》啦。希望大家留意呢套《衝上雲霄二》啦。好有期望，希望大家都中意。咁大家留意《衝上雲霄二》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孟加拉啊，孟加拉，孟加拉啊，孟加拉，我，孟加拉啊，孟加拉，我文仔啊，文仔，我濑嘢啦，就饮啦，执杯一铲执俾阿 Sam 哥啦。
你兩個企埋一齊咪幾親，係嘛？係嘛？你企埋一齊，我好驚啊！睇樣陰我聽。得 ，OK 得。喂，你話俾你聽啊，我唔記得咗呢句。餐餐廳脂肪大頭，呢度接呢度接呢度接。有頭領唔係 ？Sorry 啊。即係佢啊，年輕嘛。好，點好？特登唔拎佢整，就是、要永遠記住我嚟離開你嗰下兩點。係啊。添。咁就家中密密啦。你自然係最重要係呢句，只能通縮啦。家門不幸。小弟。冇忙，食多少少先上啦。会影响到300位乘客的生命安全。你接少少。你稍后请收睇 FIFA 世青杯2013精彩一刻，之后是劲歌金曲。